雷军第三天。我们奋斗了十年，今天高配低价还有人骂，有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有人说他们是复仇者联盟，他们都是 superhero， 非常酷的一群。说我们小米营销好，研发不行，我自己做了三十几年研发。有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这个惹不起，真的惹不起。只要我们小米手机做的比其他一万块钱手机要好，就一定会有人买。没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，只有直面困难和失败，才会有一往无前的勇气。